我头发先。OK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系啦。咁啊，隔篱呢位系 Carrie 啦，我嘅朋友。系啦，我系 Carrie。咁我系 Thomas 系啦。咁我就做塔罗占卜啦，西洋占星同埋做灵魂占星嘅。咁我咧就做上门宠物美容啦，同埋系有帮宠物做芳疗嘅，系一个芳疗师嚟嘅。系啦，咁啊，你系用精油。系啦，用精油系啦，咁即系呢个精油，无论系用喺人啦，同埋用喺宠物都得嘅。系啦。同埋佢就好叻嘅，佢成日帮狗狗剪毛嘅，都有帮猫做嘅。有啊，有帮猫做噶，系啊，不但系过就猫少可能少啲咯，因为其实本身佢哋都比较忌水，同埋佢哋自己识得清洁啊，系啦，又唔使出街咁样，咁所以做得少啲嘅。系咯，我系咯，我啲我有我即系我啲朋友养嗰啲猫都，即系我觉得有时做猫好幸福嘅，即系又唔怕闷，你成日屈喺个屋企，成日唔使再入瞓觉，瞓咁耐。猫系主人咯。系啊，即系我系啊，觉得系啊，系啊，所以我觉得做猫系几真收到咯。系啊。系咁，但系做狗你又要成日怕闷，即系同埋你知。你狗一系唔帶佢落街，你出咗一次你冇得翻。係要方便嘅，佢哋係。係咯係咯，我都隔離我有鄰居養咗只狗，佢即係有一次佢都話唔帶佢落街喺屋企瀨屎啊。係啊，會發脾氣咯。狗係會發脾氣，貓都會嘅，不過唔同形式嘅發脾氣咯。係啦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就即係會做一個 collaboration 啦，就係講下究竟星座同埋精油啊，如何藕斷絲連法咧？有啲咩嘅關係喺中間咧？係啊，呢個真係好新嘅 topic 嚟嘅，我都唔知原來啊，係喎，每個人我就知道啊，譬如女仔就會啊好適合花香咁樣啦，男仔佢應該比較中意骨子味嘅咧。原來原來真骨子即係橙啊、檸檬啊。哦，唔係喎，我中意木香咯，木啊。係啦。木嗰啲。比較沉實啲嘅。係啊，同埋麝香咯。哦，係啦，咁之後哦，原來每個星座都有佢嘅即係精油係配合好佢嘅，係啦。咁同埋我哋呢度咧就唔係純粹話即係話因為呢樣嘢好香啊，或者係即係呢個唔係 for entertain， 呢個唔係 for entertaining purpose 嘅，唔係 for 係咯，唔係話 for 介紹你要去有啲乜嘢令到你覺得自己好香，係呢個比較 functional 嘅。我哋嚟緊講嘅呢啲咧係會比較 informative， 究竟你係真係適合用咩精油，係令到你成個 well being 變得更加好嘅。係啦，咁系啦，咁咪好，即系好荣幸请到阿 Carrie 啦，咁 Carrie 都好叻啦，你直情去，即系去叻到去澳门咁样，佢有时开啲班啊，咁嗰啲嘅。我系开宠物嘅啲芳疗班咯，即系 talk 嗰啲咯，系啦。系啦，咁诶系咯，我就对精油一窍不通嘅。但系你星座系好劲咯，我完全星座真系唔识。系啦，不过我唯一即系对我哋都要望翻镜头。哎呀，个头好柒添。系啦，我哋即系我唯一对香味嘅。所謂的認識啦，或者嗰個緣分咧，就係咧，我係個味覺好敏感嘅，因為我係上升星座巨蟹座嘅，係啦，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叫上升星座啦，不過我哋之後都會講嘅，係啦，咁就我喺即係街上面 ，let's say 好遠見到垃圾車，我已經會跑噶啦，因為我好驚嗰陣臭味啊，或者你知道我初初認識你嗰陣時咧，你咪掛咗啲 long long 嘅，係啊，嗰啲擴香鏈咁樣咯，擴香鏈嘅係啦。咁你都會見到成日走喺度索啊，香啊你站得好或者有時候我有啲朋友噴香上，我又走去索啊，跟住人哋話你哇好變態啊，咪狗嚟嘅，但我覺得好香喎、啊，真係係啦，真係忍唔到嘅。哦，咁其實鼻靈敏係好事嚟嘅，因為我啲朋友咧鼻靈敏咧，佢係聞唔慣啲即係有化學味道，即係類似漂白水咧，佢聞都會頭痛嗰啲嘢嘅。哦，哇！我知即係喺黃埔啦嚇，黃埔。有即係黃埔，我唔知道旗下管理有啲商場咧，佢嗰啲抽佢啲廁所嘅抽風好臭，咁、之後入邊咧又要噴埋啲咧檸檬味啊嘛，我成日都我唔知係咪檸檬，但係佢又唔係酸酸地，即係酸酸我都覺得，可能噴埋啲花香咧。哦，但係嗰啲花又好假嘅，假花 OK 臭花 OK， 跟住長期焗住嗱，如果有住黃埔嘅朋友，我諗你應該會知嘅，即係尤其是可能菜籃美食坊嗰一個商場咧。跟住成日焗住啲假花味，又抽唔走，跟住又加埋啲即系人嘅嗰啲排泄嗰啲味啦，哇！抽到我系想呕啊！你讲完我都觉得好臭。嗱，菜篮美食坊啦，仲有 KFC 嗰度啊，哇，好臭啊！真系想话吓死人。好啦，咁我唔会食嘢咯。系啦，咁我哋言归正传先。知唔知乜嘢叫太阳星座？太阳星座系咪比较暖啲嘅星座？哦，系啦，就其实唔系嘅，其实太阳星座咧就系我哋一般人讲嘅星座。系啦，但系点解要讲太阳星座咧？原来咧，或者嗱，我哋成日以为星座得十二个，唔系星座系真系得十二个嘅，唔系以为嘅。正如系望多啲嘅事系啦，正如十二生肖啦，都系得十二个。
系啦，咁但系你可能听过啲人算八字，你都唔系净系得算嗰十二个生肖噶嘛？咁唔通全世界十得十二种命运咩？系咪先？系啊。咁如果唔系，如果喂，如果系咁，全世界有十二分一嘅人得李嘉诚啦，系咪先 ？OK。李嘉诚几月出世咧？系咪？系咯，系咪 ？OK。咁所以其实我哋有八字噶嘛，咁可能嗰啲盘就知有八粒字啦。OK。其实星盘都系好复杂嘅，太阳星座只不过即系话，其实你出世嘅时候，太阳就走到嗰个位置，而嗰个位置就系嗰个星座。嗯、因为我太阳系啦 ，OK， 咁、嗯、即系围住太阳转啦，咁然后出边其实就系嗰啲星座嚟噶嘛，系啊系啊，系啦，咁你知道可能有啲咩大红座、小红座啊、天蝎座，大家都听过啦，系咪天蝎座流星雨？哦，但只不过喺占星学里边，我哋唔将呢啲嘢去纳入我哋嘅啫，如果唔系就有成百几个星座就好乱噶啦，嗯，我哋就抽十二个最典型嘅，好啦，咁我太阳喺度啦，咁、嗯、地球围住佢嚟转，咁、嗯、但系其实虽然嗱、好似。我而家喺，我当你喺我嘅北方好冇？而家我当你喺我嘅北方，嗯、但其实等于你喺我嘅南方啫嘛，系啊，你喺我的北方，等于我喺你嘅南方啫嘛，系啦 ，OK， 系啦，咁所以我当我嘅地球呢、這个地球呢、這个太阳、嗯、，OK， 咁我虽然佢围住嚟转 ，OK， 咁但我当呢度出边啲星座咧，就我当呢个系射手座嘅，咁如果地球嚟到呢个时候，咁射手座呢度嘛。咁就即係話咧，咦？太陽喺地球嘅射手座嗰邊喎、啊，哦，就呢個就叫太陽射手座啦。咁、嗯、我當我圍住呢度轉啦，哦，太陽今次地球嚟到呢度喎，咁太陽都喺呢度咁啊。咁然後呢一度咧就係、是、雙子座咯喎，咁呢個咪叫太陽雙子座咯。嗯，係啦。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一般人講嘅星座，就係、是、根據咧我哋出世嗰個日月啦、月份啦，係、嗯、啦，就去定嘅嗰個星座嘅。咁、例如你係咩座？我是山羊座，系啦，我哋一般讲嗰啲星座就是太阳星座啦、山羊座啦、嗯或者再正统啲，香港人就叫山羊，系啦，就叫摩羯啦，系啦。咁呢个就是十二月一月出世嗰啲 friend 咯，系啦，由冬至开始，系啦。咁即系所以个太阳唔系个地球行到去，就是对正某一个系啦，即系系啦，嗰个就是太阳。系啦，嗱，你是地球，我是太阳，咁即系话咧。OK， 嚟到呢个位，咁即系话其实呢边咧系一啲摩羯座嘅位置，嗰啲星座喺呢度。所以我就系属于太阳摩羯座，系啦，因为个太阳喺你嘅呢边嘛。嗯，系啦。明白。咁系咯，咁我就系太阳射手座，我系十二月十三号出世嘅，同 Taylor Swift 同一日，大家记住啦。嗯，好。我想我哋今日几搞笑。咁你对你本身有粒食神物啦，系一个即系福相啦。我今日咧。吓、啊、有即系无端端咧爆仓 ，OK， 咁但系黑佢之后变食物啦。但系幸得即系今日咁啱，即系我系前日先爆仓，因为我整咗啲好油嘢食，跟住我食完即系两三分钟咯，开始觉得佢重。我讲真冇讲笑，但可能你觉得哇有冇咁神奇啊？但可能我唔知道，可能食嗰阵时 high 到啦吓 ，OK。嗯，咁同埋即系可能发出嚟嘅，系啦，可能呢位不嬲已经有嗰啲石头仓嗰啲 friend 咯 ，OK， 咁咧就即系开始咧有啲暗仓，咁我幸好幸运今日见到你。咁你有冇啲嘢係可以幫我解救下咧？有啊，首先可以用 tea tree 啦，或者 peppermint 嘅，咁但係記得要稀釋，因為呢啲比較係好 neat 嘅，即係如果真係純正嘅精油咧，就比較攝取得好精，即係係啦。所以就一定要用基底油啦，基底油就是那些可可巴油啊、甜杏仁油啊、椰子油啊，那些是稀釋的。哦，即我而家不可以直接搽下去的、其實都可以的，因為稀釋了一點。好了，哎呀，正，那我們已經事先準備了棉花棒。唉，超討厭，臨拍片先來爆倉。是的，準備。好的，多謝。我想知道 Carrie 咧係準備咗一紮精油喺度，其實呢度有一紮啦。咁我哋陣間去介紹。咁其實已經係好香，就算生世界都好。好，慳少少嘅啫。O K， 啊 ，O K， 我開心。遇到我真係好。佢啱啱仲喺度問我啊，應該連膠布好啊，定係就咁樣好咧？就咁樣啦，咁樣。嗱，你話我哋，啲皮膚可以呼吸下啊嘛。你说我们这些片几不 professional， 即是 在大众的面前做这些东西。但是错 ,OK 的。这样才真的我觉得。这样才够真的。还有你的电话和我的电脑都是没有这个那些美图的效果的，所以是很真实的。完全是松的。我头超漆我头。我在我自己的电话看是 OK 的，但在你这里看可能。我唔變咗劈黑色咯 ，anyways 啦，唔緊要啦，我又唔係明星係咪先 ？OK， 好啦，咁
而家开始讲一讲对公理论，我哋可以问多啲镜头，唔好成日对住。咁我真系想知道系多啲对公理论。咁星座有12个，系咪？咁围住一个圈啦，360度啦。OK， 咁然后咧，我哋咧就将呢12个咧就分做6 pair， 系啦。咁其实呢度每6 pair 咧都系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共同嘅特质啦，但系亦都有唔同嘅，即系相同之间见不同嘅。咁嗱，第一 pair 系白羊同埋，知唔知边个？白羊系几月噶？三四月嗰啲 friend 啦，三四月就系春分嗰阵，即系对，其实对住系啦，就系系啦，咁你加即系加六个月咯，系啦，因为系咯十个月斩开一半，咪加六个月咯，系，咁如果三四月加，咪变到90月咯，系啦，咁咧通常90月出世嗰啲朋友系咩朋友嚟？90月天平，系啦，哇，好聪明喎，系啦，咁就系啦，白羊同埋天平啦，咁亦都系我哋阵间会第一个去片去介绍啊，究竟呢一 pair 即係呢兩類人，佢哋自己去適合用啲咩精油，而令到佢哋自己個 well-being 係更加好去提升自己咧，係啦。咁白羊天秤啦，跟住第二個就係有金牛天蝎啦。OK， 咁然後就雙子射手啦，諸如此類係啦。咁我哋即係呢個我哋嘅就係具體啦，因為你12月，我係1月。係啦係啦，咁我係射手，咁我嘅對攻對面咧就係雙子，你就係具體啦。係啦，咁之後我哋會不斷繼續講每一。即係呢條軸，我哋叫一啲 axis 啦，係啦，咁佢哋係需要用啲咩精油提升自己嗰個性格啊、能量咩都好啦，係啦，咁然後喺我哋占星學裏面咧，我哋即係有時候我哋叫一啲 aspect， 或者一啲角度，如果一啲星星咁啱喺呢啲地方打對台，到到正一正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係叫 opposition 啦，一個對分相。其實聽落咧打對台好似唔好係咪？系咪？即系打到好似系啊，好似唔好。但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最差嘅角度，其实最差咧系一啲成咗直觉，我哋叫四分相嘅角度。因为嗰啲就真系好多压力，好多冲突嘅。哦，系啦，即系我而家讲一啲比较 advanced 嘅东西，可能有啲比较即系熟占星嘅朋友会可能听讲过。我即系嗰啲我个星座同你个星座系完全唔夹嘅，会系啦，嗰啲我哋反而叫四分相。哦，四分系啦，咁但系咧，其实反而咧打对台咧，未必完全唔好，佢可以唔好嘅，佢亦都可以系好嘅，因为大家就系正所谓一粒一凸嘛。系啊，我以前咧睇嗰啲报纸定嗰啲星座书咧，话我个星座咧，同巨蟹座咧，即系身边嘅一半系巨蟹座嘅，系夹嘅。我而家可以同大家去讲一句打包，但。真係嘅，如果你哋即係你同即係一啲人啦嚇，太陽星座啦，即係99% of the case 啦，除非你哋嘅星盤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質啦嚇 ，OK。其實如果你哋係打對家嘅話咧，永遠記住啦，太陽星座打對家，永遠就係咧一係糖黐豆，一係水溝油嘅。哦、啊。係啦，就冇中間嘅真係。嗯。係啊，即係係咯，一係好 friend， 一係就完全冇 friend 做，咁唔係話敵人，但係就完全。嗱唔系啊，冇缘分啊，我哋有缘无分啊，识到你都唔想同人做朋友咁样，好惨。第一系就好 friend 嘅，系啊，但我当真系有一日你哋绝交，你哋就会开始见晒全部嘅缺点咯。系啊，所以永远系好 extreme 嘅，所以就话其实呢啲一百即系啱喺一个圆圈里边180度啱啱对分，未必一定全部差咯，可以好可以差。系啦，咁我哋嚟紧即系会不断去讲呢啲啦。咁嚟紧第一条片咧就系会讲白羊同埋。天明嘅，好啦，咁呢條 intro 嘅片咧就差唔多啦，系啦，我哋可以去 skip 咗佢啦，我哋下一節啦。